体重教导服务，瘦了，51.7，前几天都是52，因为在多伦多吃了好多，然后现在51.7，开心，因为最近都在控制饮食，晚上都不吃，出来玩也不吃，所以说瘦啦，开心。早安，宝宝们，现在10点多了，然后今日份 OOTD check 一下，今天又瘦了。然后今天穿的是一个灰色的小短袖，这个是带 bra 的，所以说就超级方便。然后穿的 Lululemon 的这个小裙子，百褶裙，它是细边的，这种细边的我之前买的都粗边的，然后这种细边的呢就特别温柔，然后特别高级，特别贵气的感觉，就这种细边很女生吧，就很 lady 这个。然后里面也是有裤裤的，然后光着腿，等一下还是穿这个 New Balance 这个鞋，我觉得超级好穿。好了 ，OOTD， 我在敷面膜，整个人都很凌乱。等一下约的1点钟跟同学吃饭，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见了，拜拜。给大家开箱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个大晴天，也太开心了。前几天天都雾雾的，然后暗暗的，都是到下午的时候才天晴，然后今天一早上，现在10点多就是晴天，开心。我在化妆。化完妆要赶紧出门了，不早了，大家看看，开心。这个是酒店外面的样子，昨天好像录了，但今天给大家看看晴天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今天穿少了，有点冷。哦，太阳底下还好，太阳底下很热，应该没问题。今日份的 MOTD， 除了头发有点恶心，没带那个，我再夹一下就好了。没有带那个刘海子夹一下，没有带那个卷头发那个。少吃，肚子平平的，就是舒服。这个裙子现在买的是4码都大了，应该买2码，但2码又短了。开心耶！走啦！出趟门真的太难了，我俩一直在磨叽。我带了一个橘子作为早饭，然后去喝咖啡，因为要减肥嘛，不能吃咖啡店那种油炸。然后中午我们又约着吃火锅，所以我的早餐就是一颗橘子加一杯拿铁。瘦子的自我修养，好吗？大家。很多人问我啊，你怎么瘦？你怎么瘦的？就是少吃多动。我每天都会走平均1万1至1万3，或有的时候走17000左右，有时间的话。然后就是少吃。这块是昨天偶遇那个瓶子大叔那儿。啊，这次来温哥华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收获，就买了几个冰箱垫，买了个啥来着？买了个 Jelly Cat， 啥也没有。哇！花好漂亮，就我那么爱买东西的人，我在这儿都买不到东西，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关门都太早了。还挺漂亮，这里都是绿绿的树，树荫底下。就是昨天那个路呗。嗯，它是连接着什么温哥华岛啊，当趟啊，列治文的这么。嗯，今天天真的好好啊。
处就是山，下面就是海，风景真好看呢。请问一下，这里的冬天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不是特别冷，然后雪也不是特别多呀？但我觉得这夏天还挺冷的。买好了，我买的是拿铁，然后老公买的是 flat white。干杯，干杯，喝一口，我先来感受一下。嗯，好喝，好喝，好喝。它不会特别的那种 strong 的那种感觉，我就比较喜欢喝柔和一点的，好喝。还买了一个甜甜圈，他们家甜甜圈好好吃啊。刚才我吃了一咪咪。太好吃了，这个好 Q 弹，你尝尝。嗯，跟大家说一下感受，好吃不？我觉得挺好吃的。我是个不爱吃甜甜圈的人，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很 QQ 的感觉，是吧？有点像吃那个糯米团子那种。嗯，很 QQ， 然后就是这个，我特意攻略的这家咖啡店还不错，它也有堂食，然后吃那些，brunch 已经坐满人了，但我觉得 brunch 太胖了，所以我就不吃，我就喝咖啡吃橘子，然后吃了一小口这个，我不吃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跟同学见面啦。樱桃树，哇哦，好漂亮啊！今天晴天，我们已经吃完饭了。然后前面就是我同学的车，打个马赛克。我们现在准备去 bookstore。UBC 看一看，开心。老公现在是到了 UBC 了吗 ？UBC 里面。哦，这就在 UBC 里面了，宝宝们。今天温哥华的天气太好了，真开心。我们现在到 UBC 的大学里面了，今天正好是见大学同学，然后再来逛大学，整个人都年轻了呢。哈哈，我们现在逛完 UBC 啦，拍了好多照片，然后现在准备去 UBC 前面的这个海滩沙滩逛一逛。今天天气非常的给力，行驶四百米，我还逛了一下 bookstore， 有一些收获，对，收获，到时候跟大家分享。好漂亮啊！捡了颗贝壳，叫啥来着？这叫什么公园？女王公园。哦，女王公园。然后她老公跟我说，这儿有个美国的雪山，对，在这个停车场这儿，我们看一看。我特意带了个相机拿下来，跟大家一起录一录，看一看，好漂亮那个雪山。她说天气好的时候会遇见这个雪山。我刚肉眼看了一下，我觉得好漂亮啊。哎，温哥华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哇，我看到这个雪山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宝贝，帮我拿下手机。大家看到了吗？前面这里有一个雪山，好漂亮啊！换了个角度录，哇塞，大自然真奇妙呢！这儿，大家有看到吗？太好看了，太好看了。我们现在在女王公园走走，今天中午吃多了，溜达。我同学他们去上厕所，我们去找找他们。我们刚刚后面看到一个雪山，给大家有一个超好看。然后我们刚刚还去了 UBC， 我好像刚刚有 vlog， 对。然后在 bookstore 买了很多东西。然后 UBC 也好美啊，这个是我同学给我安利的一个 location。然后刚刚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 location， 看海也很美。温哥华真的这个自然景观随便看都很漂亮。我现在在疯狂的输出中，疯狂的说话。
老公，我这样拍瘦吗？瘦。收腹，这是个什么？植物园一样。这是个穹顶吧？底下是个植物园。哇，好漂亮！啊，我看到他们了。哇！我还录吗？像布查特花园那个，对，还是规划过，对吧？真高。I love the way you kiss me every night. I love the way you touch me, pull me right. But every day you keep on telling me that I should go.But I'd rather stay with you. I need to hold you, need to touch you right. I miss the way we were before. And everybody knows,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feel. And everybody sees you keep on running, running away. And everybody knows,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feel. Same way as I do.And everybody knows,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feel. And everybody sees you keep on hiding, running away.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feel. Same way as I do.宝宝们，我们回来了。这一天超级感谢朋友陪我们，给我们安排了超级满的行程，有的我不太好意思拿 vlog camera， 所以说我就没拿，但是后面我还是有记录。我们现在回酒店了，然后酒店的这个打扫的小姐姐又给我们留什么 note 呢，我还给我们写一下明天的天气，给我笑死了，这也太可爱了吧，太逗了。然后又给了我们两颗这个糖，今天我老公还把这个糖给我朋友吃了，绝了。他说这个糖是小时候那种童年记忆，所以他说带给朋友吃，然后朋友正好说哎呀他们爱吃这个，绝了。明天要是还见他们的话再把这个糖给他们，也不知道真爱吃假爱吃，别人吃了吗？我没注意啊。好啦，我现在准备收拾收拾。哦，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买的纪念品。今天去了一趟 UBC， 可以给大家开个箱。现在就是比较凌乱，但我在这儿给大家开了吧。有可能看不到我的脸哈，宝宝们。就到这儿吧，宝贝，你忙活啥呢？给你充电。来，给擦鞋。买了一个 water bottle， 上面写的 UBC， 这个我觉得很好看，它是那种凉水、热水都可以装的这种。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杯子好贵啊！这个杯子税前要42.95，我觉得好贵。
但是抵不住它好看。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卡片，这个可以放在家里，然后它是那种樱花的，我觉得还挺漂亮的。对，这个卡片。然后还买了一个冰箱贴，冰箱贴写着 UBC， 然后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袋子，这个袋子现在也要钱，要2块多呢。买了一个袋子，老公，你帮我把那火锅底料洗一洗是吗？我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 hoodie， 我买的是 S 码的 hoodie， 这个 UBC 的 hoodie 还挺好看，就很校园气息的一个 hoodie， 我穿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瘦了，真的随便穿什么都好看。这个是那个 hoodie 的样子，我觉得还挺好看，正好配我这个百褶裙，就很学院。给大家拿到那边镜子看一看，这个 hoodie 是这样的，然后选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看的，然后这个版型也还可以，我还挺喜欢，超级的学院风的感觉，尤其是配这个小裙子，还可以吧？耶！哎，我觉得好冷啊，这个衣服穿的还挺舒服的。你在干什么？哦，还买了一个温哥华的杯子，给大家看一下，星巴克的。其实它那个 BC 的那个杯子更好看，但是呢，我买的就是。然后这个星巴克这个袋子也要钱，我也是服了。多伦多的不要钱，这儿的袋子也要钱。然后买了一个星巴克的杯子，长这个样，写着温哥华。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个多伦多的，本来我想买个 B-Station 的，但是我记得我好像家里有个多伦多的，对吧？咱们家好像有。有一个写着多伦多而不是 Ontario 的，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再收集一个温哥华的，是吗？再收集一个温哥华的配个对吧。我觉得这个杯还挺好看的，但它里面没有写星巴克。这个就是我买的全部东西了。哦，对，我还再开一个我朋友大同学送我的东西。对对，我现在来开一下。哇，他居然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天哪！不过我也给他准备了，但他还请我吃饭了呢。好，我看一看。哇哦，给我准备了一个香奈儿，这是啥呀？我看看。哦，一个粉饼。我的天，破费了，宝贝。粉饼 B10 号应该是我的颜色。天哪，我就喜欢彩妆，懂我。天呀，香香的这个。天呀，谢谢你今天带我玩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下午，各种带我去了四五个景点，太好了。然后给我买了个祖马龙。哇，这个祖马龙我都舍不得开，因为它包得很好，我想拍个照再开。对，祖马龙我就不开箱了，因为它我想拍个照。然后还给我写了个卡片，好用心啊。还有卡片，这个卡片绿色很漂亮。哇，这是我大学特别玩得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写的太好了，他就是特别会写，我觉得他是个作家，他就特别会写这些东西，老感人了。哎呀，我祝他真的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美满。比心，如果明天他们还就是闲的话，就是还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了，就这样了，我今天就准备结束。我真的好喜欢我这个 hoodie 啊，太好看了，有没有？老公怎么样？好看吗？对呀、啊，让你买你不买，我准备说跟老公买个情侣的，人家不要，也挺舒服的，我觉得你可以去买一个，真的很舒服。这个衣服还不错，它应该是全棉的，还挺舒服的。这个衣服我喜欢。好啦，就这样了，拜拜，明天见了，我要睡觉了。拜拜。拍一个 solo， 我就特别爱拍这种物品的这种。我就怕我之后忘了，然后我就觉得拍一个纪念一下挺好。开箱了，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我在化妆。
今天就是我们在这儿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又赶飞机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行程就是去一下 Guest Town， 其实地方之前我们也去过，但是太久了我也没有什么印象，所以说我们再去一下。然后旁边有很多小店呀、啊、什么可以逛一逛。然后我们准备再去那个昨天我朋友带我去了好多地方，然后准备说再去个地方吹吹海风什么的，然后晚上跟我朋友吃个饭，我们明天就走了。好的，这一次来温哥华觉得就是风景是真的很美很美，怪不得那么多明星都选择温哥华，就是很chill的感觉，出门就是山。现在我看山看习惯了，都爱上看山了。然后这一次我都没有怎么，我觉得我也应该 vlog 了很多吧，也不是说没有，我回去看一看 footage， 我就怕啊我没有怎么 vlog 不太好，但我回去看一看。然后我手机录了很多小视频，但我手机内存有限。我跟你们说啊，做博主这个行业一定要买一个，我也不是做行业，我就是爱好，我一定要买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内存。我下一次准备，我也不想买什么 iCloud 这种东西，然后弄内存就好麻烦。我下一次反正就一劳永逸，我买个500G 的 ，1TB 对我来说可能太大，但我买个500G 应该就够用。所以 iPhone 16我一定要买个大的，我不要心疼钱。这视频永远都在删，然后都做不出来，就很多 footage 都删了，或者你很喜欢的一些视频哦。但是我手机也存了很多林俊杰跟薛之谦演唱会的视频，那个我舍不得删。然后我老公给我备份了一份，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在手机里删掉。我就有的时候，我昨天本来想删林俊杰视频的，然后打开听了一首歌，我说啊，我不要删了，我不删了，我舍不得。所以说这也就是要买个内存大的手机。这个 Real Beauty 的这个腮红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我这次给我同学也买了一块，我觉得好漂亮啊！我这样轻轻的一抹，然后这个颜色我都 all in 了。我给他买的那个是就网瓶，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然后因为每个人肤质啊肤色不一样嘛，然后我这个呢，我这一块呢是Rose 这一块特别显白，因为我就是很白嘛，所以说不过它也很白了。但是我为了安全起见，怕有人不喜欢这种特别粉的，所以我给他买的是那个 Neutral 那个颜色。然后我自己买的我也有 Neutral 那个颜色，然后自己这个是 Rose， 我觉得特别好看。好了，就是简单化一化，主要是搞头发，差不多就这样。因为今天起的稍微有一点点晚，也不是很晚，就有一点点晚。但起那么早没用了，我还想打卡，老公还想打卡 Hello Kitty 那个呢，你觉得有必要吗？可以。好呀，但 Hello Kitty 那个喝的时候是巨难喝。我们可以先去喝那个咖啡，然后再去打卡一下 Hello Kitty。好了，我自己化化妆，然后弄完头发，我这样会不会光线好像好丑？然后我才发现后面有一条我老公的裤子，不过无所谓的。打扮好了，今天长这个样子。然后我涂的唇膏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真的很持久。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嘟嘟唇吗？然后我买的是 Armani 新款这个水唇釉，特别好看，02号，就是一个很我的颜色。然后给大家 check 一下今日份的 OOTD。今天穿 BM 的工装裤，然后一个小背心，也是 BM 的。这边的 BM 真的很丑，是我第一次就是在 BM 空手而出，啥也没买到。然后这些都是在这个在 Montreal 买的，对，这一套 Montreal 的 BM 还可以。然后这就是我今日份 OOTD。 好了，等一下准备出门了。今天体重是 51.8， 因为昨天吃了火锅所以胖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好了，就这样了，拜拜。早呀，我俩先来 City Walk 一下，我想去那个 Hello Kitty Cafe， 我们就去逛一逛。小红书上说食物一般，但是我很想去看看那个店，所以我们先走着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来早了，他还没开门儿。相机录不出来这个美，我觉得前面那个天又蓝蓝的，好漂亮啊！向左转。由于我们的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 cafe 没开门，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直接去 Guest Town 吃饭了。然后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逛一逛。行驶300米后，您的目的地就在右侧。Hello Kitty 脑残粉，没办法。前面就是山了，又看到山了，到处都是山。这里好看。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噻。Hello, I want to find this one. 这在哪儿啊？逛完 Guest Town 了，然后我们准备再去趟 UBC。 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好看的，昨天去过，但我今天还想再去逛逛。那我们就去吧。现在温哥华好热呀，我这次还带了羽绒服。这个小红书上真的是骗我的，他说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得带，我带了两件厚羽绒服，给我热死了。我在这穿个小背心就可以了，中午。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要来温哥华旅游的，不用带羽绒服，不用，真的不用。挑了些小纪念品给朋友们带回去，然后给我老公买了一件我昨天买那个 hoodie， 我觉得挺好看，又买了一件。Hello， 前面就是山，还有他们学校的 Rose Garden， 我真的很喜欢呀，我又来了一遍。我们捡到了一个橡果，哇哦！我们现在逛完 UBC 了，然后准备去找我同学吃个饭，然后下午他说带我们出去玩玩几去，先去吃个半步仙，就是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吃的，我们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在准备再去吃一次。我发现温哥华的太阳都是下午的时候才会起来，早上都没有太阳。温哥华的太阳起得比较晚，我们现在又去吃饭了，开心！这次来还瘦了，还没有胖。现在一早上，现在是3点钟，快3点了，就走了9200步喽，这个效率绝绝子。
就是它这都没有高速，都是这种快速路，没有多伦多那种高速。然后去哪儿都要蛮久的。哇，这是不是个逛街的位置啊？我又看到 Aurelia， 我这次来温哥华连 Aurelia 的门都没见过。哦，去过，哦，工厂店 Outlet 去了，上次 Aurelia 好像是，哦，去了 Barberton 下右侧出口，去机场的路。咱们从这儿来的，机场就行。啊，给我家宝宝记录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后面是山，然后他开车，然后后面好多云，我觉得好漂亮啊，但是那个相机开启的速度总是慢慢的，马上就有了。行驶300米后向右转，后面就是山，然后云，好漂亮啊。向右转，七号路，七号街。直接打，操！什么东西啊？就没让。我们老觉得有气压，头晕晕的。验一下。对。头晕。啊，偶尔有，但晕。花一样。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超过4速以上的高度待着了。这个真是，这没有差别。我在3速没问题。我去，因为我在底下车好，那就走下。把轿子。乌蔫儿是吗？乌鸟啊，对，就是那个。这个不是，这里边籽儿，这有一个裂是吧？上山啦，看一下整个 view。对，那边有个就是老口的，就是一会儿过去看一下那边有人吗？下雨。你们看过吗？我们还没看过呢。在家有。哦，是吗？看到一点。对，一点。但已经很不错，就肉眼就。就是你说盖的那个，有点像，是吧？有点远。我照他。Hello， 宝宝们，我们现在是在温哥华的最后一天啦，然后明天我们就要赶飞机啦。今天我们朋友又陪我们玩了一天，真的超感谢。现在都快11点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酒店了。看了这条路，像圣诞节一样，全是这个树上的灯。他们这里还蛮有氛围的，就是不是圣诞节还有树上挂灯。明天我们早上的计划就是8点就得起床了，然后马上出发去赶飞机，真的很不喜欢赶飞机的感觉。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哼，这样我的温哥华之旅就结束了。So sad， 回去休息天，第二天就要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就要搬砖了。So sa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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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 时间过太快了，不知道这个视频到时候怎么剪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录的都是歪七扭八、乱七八糟的，不过就是给自己的一个记忆吧，是吧，老公？辛苦啦。好啦，就这样啦，我们等一下回酒店再见吧，拜拜。我要笑晕了。不，这劳斯莱斯宾利幻影啊！哎呀，笑死了！这我不敢停，反正到我肯定不敢到。
我们刚刚要停到那边，然后旁边一个宾利，然后在旁边一个大 G， 然后我们都不敢停那边，我们怕有问题。然后我老公说我不敢停那边，不敢停那边，停到这。这林总给人坐租的车给人撞了吗？给我笑死了。我们回来啦，现在11点多了，必须要表扬一下这个酒店的 room service。哦，不对，不是 room service， 就是这个打扫的 cleaning， 他真的是弄得特别好，每天给我留纸条，还告诉我天气，然后又给我写这种条的，就是打印出来的嘛，但是他就是写的很温馨，我就觉得超棒，收拾的特别干净，把我的东西，尤其是这个桌子。回来又给弄乱了，他给我摆的好整齐。然后这边我的这些东西也摆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我要睡了，我快累晕了。谢谢我同学又陪我一天，他估计也累晕了，辛苦了。哈哈，我看一下我的 Jelly Cat， 你好好的哦。我们要退房啦，现在是早上，我看一眼啊，早上的8:33，温哥华时间8:34啦。然后这是我收拾的行李，收拾的还不错吧，都是一些脏衣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日份 OOTD， 我们就要赶紧上出门了。今日份 OOTD 穿了个小背心，穿了一个牛仔裤，昨天晚上吃饭了，昨天下午所以胖了，今天53，胖了2斤，我的天哪！不过马上就会回去的，因为这都是水分。好了，等一下见了，拜拜。开箱一下今天的天气，因为现在很早，所以说他们太阳一般都不会出现，一般都是下午的时候才上班，一般差不多12点钟、1点钟才。哎呀，舍不得，我就要走了。我觉得我这次应该再多玩一天，我连街都没逛过呢，逛过一次。但是人家就下班就浅浅逛了一下。我们现在到机场了，准备回多伦多了。然后我们朋友送我们的特别快，特别好，哎，太感谢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走了。这个很fancy。
在机场又逛到了这个杯子，然后我发现我有个朋友是喜欢这个小杯子的，所以说我给他买了一个。然后这个小杯子还不好买，所以我就马上买了，又买了三个杯子，我自己也买了一个。我觉得他这个低调还挺好的，还有我去的 English Bay 啊什么的，挺好看。老公干个杯，用那个干嘛？小杯杯。好啦，我们等一下上飞机见，拜拜。我们现在又来吃 lunch 了，还是这一家。吃完我们就登机啦，今天晚上就不吃了。哎呀，这全是油炸的，但是我想试一试吧，因为这一家只有油炸的，没有别的。好啦，快吃了。Hello， 我们回来了啦，回多伦多了，现在准备去拿行李。我现在回多伦多之后，我就很悠哉了，就不着急了，拿行李啊什么都可以慢慢悠悠的了。哦，这就是登机那口。耶、yeah, ，回家啦，开心 ，O O T D。今晚也不吃东西了，今天早上吃了一堆炸物，特别难受。好了，等一下回家再聊吧，拜拜。我现在坐这儿吃雪糕，我们回来了。然后我老公就说：“我给你录一下。”我说：“你怎么现在这么喜欢给我录啊？”我说：“现在应该很丑、很整、很胖。”我今天不管了，我今天就要吃。然后我这次充分感觉到了温哥华看我 YouTube 的粉丝的热情。真的，就我这么个小小博主，都有五六个跟我不止五六个，五六个跟我，欢迎来温哥华，然后他们在这里什么的，北京，爱你们。好了，我们这个 vlog 就到这里吧。其实我等一下又想给你们录录我的纪念品，我买了好多。然后我们等一下见吧，拜拜。等一下想出去买点菜，明天想在家做饭吃，明天也休息。好了，拜拜。给大家再看一看我这次买的纪念品们，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挺可爱的。然后到时候我现在准备分装一下给朋友们的，好玩，还挺好看的。这些都买了这种大杯子，然后还有这种小的迷你的。我有个朋友喜欢这种小杯子，我记得，所以我给他买了一个。还有好多个冰箱贴，这些冰箱贴也都挺好看的。我以前买的冰箱贴搬家都搬没了，我就是一个收集冰箱贴的人。哦，我还买了个这个意外惊喜，我都忘了。好，这就哦，这个也很好看，这个是画的，我好像那天给大家分享了。我最喜欢这个景点了，我觉得还挺美的。好了，收拾收拾，我们下一个 vlog 再见吧，拜拜。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vlog， 拜拜，爱你们咯，拜拜。还有感谢我的温哥华的大学同学，这一次超级给力的陪玩加上送机，真的太给力了，谢谢你们，辛苦了。好啦，就这样啦。哦，欢迎来多伦多找我玩，因为我同学好像是会看我视频的，因为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有说过。好啦，就这样啦，拜拜。